你的重量是非常时候啊！我这个厉害了，负重。那你在家也可以健跑呀。真的，不用负重健跑。我好开心啊！以后我有陪你来健身房的动力了，当你的健身道具。我教你一些新的动作。你看着这个镜子来说，要两个屁股腮帮子就夹起来，屁股腮帮子，屁股腮帮子是什么？好，运动的时候不要笑，笑会泄力。好的，忘记。好啊。对。哎呀，哎。这个走慢的时候会更累，昏倒。哇，你出好多汗啊！昏死！啊，这个好累。直接走深蹲。也说了，健身的时候可以好看，我觉得很难。没事，女孩有的看这个也觉得好看，觉得这种男性魅力咬牙切齿也是一种男性的兽性，是不是？大暖王。每次他这样耍赖，你都会摸一摸、拍一拍，就给一个爱的回应。啊！你昨天说是我睡的第一次睡觉的。哦，对啊。穿了你的 T 恤睡觉是吗？嗯。准备好了吗？你敢吗？肯定敢呀。没事，我来给你摆你也许需要的。哦。这天我给我老婆化的妆，为了降低你的难度，我来先讲解一下。我只说一遍，你不要来问我了。这是喷雾，妆前妆后都可以。这是妆前乳，这个是腮红，这是侧影，都是跟轮廓相关的。对，讲完了。还没有呢，你不是有问题吗？然后这是定妆粉，然后这些都是眼影系列。膏状的、粉状的、大地色系的、奶茶色系的，这个就是眼影笔，这是一排，这些是笔的，这边是刷子，这刷子蛮经典的，我觉得。OK， 嗯，没问题，欢迎，欢迎什么东西啊？欢迎来。闭眼睛。天哪，这个要让我老公肯定搞不定的。你说放很专业啊，是吗？起步是好的。这个兰花指真的是有托尼的潜质，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托尼。这个怎么白啊？这个真没想到。想到什么东西啊？就你这碎碎念什么？先不要紧张。哇塞，我的妈呀，尸体嘛！对，我没想到他那么那个的。哇，这个化妆。你这是化妆吗？这动作很不优雅。哦，蛮好的。哦，他是先把底打上去，再把它。就那个妆前乳，特别白。对，怪那个乳，不怪你。对。这状态。第一次看到我的化妆师站到我的左边，在给我打粉底。哦。没有人站这边。
他们是懒惰，我跟你说，他们都是懒惰的表现。走来走去才是对的，是很负责任的一种，你 know。OK， 底好了哈。这个不是底啊。我有一点不一样，跟其他的化妆师，我喜欢这个做完了以后，我们再走一个这种补水的功能。今天呢，没有那种钢铁盘。哇塞，钢铁，你还叫钢铁盘啊？点赞，对吧？就可以了。哎，你很懂哎。我的妈！香香干，谢谢。我。腮红。妆得花几个小时？一个小时多一点。那还好哎。是吗？睫毛你也花了吗？哦，没有，就粉底、腮红、眼影和口红，就四个步骤是我负责的。四个步骤一个多小时啊？对对，有点久，但是按山水画这么画的。侧影。侧影我不碰了，这干你了。啊，可以的，啊，可以的。立马怂，对，怂要怂得非常快。对。啊，这个很危险呐。天哪，怎么会？潇洒潇洒，是怎么着？是给齐薇接鬓角是吧？给鬓角接出一大长鬓角到嘴这儿。因为他要唱花旦，梨园春。没有，戚薇表情包太逗了，这个。我本来说我这个不，完蛋。是什么样的心情要让你把侧影给我打到这里来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里需要凹进去？是骷髅吗？画的特效妆吗？油条妆，哇，好难啊！这个侧影还是，就是我来吧。对。有些这个位置高的女生，可以有一点侧影，就会让你视觉收缩非常多。就你打了，你只有侧面看起来花。但是你没有看正面，看起来脸小。然后你看我现在的鼻子和这边，是完全平的，就这边是有立体感。我总觉得男生在审美啊，或者是在比如化妆这种事情上，没有那么白目的。我觉得他们只是没有认真想这个问题。哇，李同学呀，应该就会哦，干掉了这杯咖啡。你看你以前不也觉得吗？口红就是一个颜色，红就是红，没有什么别的颜色，要么红，要么粉，要么橘色，没了。对。但是跟我全世界各地买口红，你就会发现，对吧？我们之前为了找了个九号，对，全世界找，但是是不是就是找不到那个颜色？是的。我紧张的我都出汗了。没刷子，我这个要用别的颜色。随便。生气了。他跟我说我不要用这个刷子的头，如果是白色的毛，不要刷深颜色的。他特别喜欢有一些刷子，也不便宜好像。嗯，刷的很贵啊。我给你洗一下。我先换。你都染上了，你快去画吧，你就。哎呦喂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是贵是福？没事。主子发脾气了，你得跪下了你。
有点喜欢哎，有点好看哦，对吧？这妆还挺高级的。我就是想要这个钢铁，你看这个 bling bling 的这种，其实这叫什么？钢铁色就是。很好哎，有自己想要的颜色和妆感。